这帮俺们玩个什么？他是个蛮子，他玩个蛮子，我们怎么折磨他？我来想一想，我玩个什么能折磨他一手？我们来一把蓝枪，我斗胆玩一把蓝枪，行不行？蓝枪副天赋这么点，黑帮教父，我家里都没有枪。我从十四手里面夺走一把小枪，掏出来，从我的裤裆里面掏出一把枪，我把它装回去。我这个枪做的可好了，带弹夹的，嗯，弹夹的，看着没？还带上膛的，带上膛的，啊，真小。我这个我自己呢，我还没给你拿出来呢。我一拿出来了，这个直播间就没了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不点个赞吧，我把你今儿今儿给你揪了。裤子要掉了。这是我吧？我们斗胆来一把蓝枪。你说蓝枪上来能不能自己先去对面打个红？你们觉得呢？我直接去对面把对面挖掘机的红给他打了吧，咱发明一个上单蓝枪偷 buff 流，怎么样？这英雄打野都不掉血，漏兵也没事，漏兵也有经验。嗯，这不可以的吗？这蛮子也没生，他过来查眼了吗？他是玩什么呢？嗯，蛮大哥，蛮大哥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哎呀，命大没死掉，疾跑闪现，我真是靠，真能跑。走了，回家了。我们经验也不比他少，这多好啊！以后就上单蓝枪，然后偷 buff， 知道吧？中单蓝枪或者直接把对面 buff 一偷，打对面的野，让对面无野可打。我们吃线又吃野，对面打野指定干克你，他干克我，他红他也没了，他该干克不干克。我们这英雄不好干克的，蓝枪这英雄有位移，他要补刀我们就喷他。我就是法外狂徒，黑帮教父。怎么的呢？这抠一下回来。以前蓝枪刚更新的时候就打上路的，来人了，这啥意思？这怎么的了呢？这发生什么事了呢？能打过我吗？这没溜的蛮子跟我打呀！顶大！干什么？哎，卖照卖照卖照，射卖照，卖照卖照！枪毙！蛮子已经疯了。这把咱们来个布点还，要不然这蛮子砍人太疼了。来，那没有怒的蛮子根本不用害怕啊，根本就打人都不掉血。抽一下，喷一下，这也就是有小兵挡着没办法 ，A 不着。雪莉。哇哦，珍妮弗·洛佩兹，你刚攻九的村庄，那怎么办？这挖掘给我是不是没拿你的红了？我发现差点买错了，我应该把他红给他拿了去。咱先来个布件，还下一个红啊、哦！我必定把他拿掉。居然跑过来复仇来了，喷两枪，
喷一枪一走，再喷一枪抠一枪，喷一枪喷两枪，喷一枪喷一枪抠啊！我预判了他的走位，没预判好，这小子居然不上来。来，给他堵住，瞎眼吧！致命点烟，你晚点上啊！你着啥急呢？你说。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啊，千万不要把这份无敌给浪费了。红没刷呢，红 buff 几分钟刷，我考考你，六分钟刷，错了，五分钟刷，五分钟刷红，挖掘机九分钟来的，九分钟带着红，我们家九分钟蓝还在，说明挖掘机九分钟红刚打完，九分钟再加五分钟等于多少，等于十四分钟，由此得出结论，红没刷，知道吧？这是数学题。瞎眼吧！你死了，不好意思。扣一下，一，一。终极爆弹，哎呦我跑哪去了，行吧，跑就跑了吧，闪现了那就没办法了，这哪是菜呢，这不就是装备了吗，看着没，十四分钟红 buff 马上刷新，瞅着没，干嘛呀，这寒冰，这寒冰是怎么回事，这是辅助寒冰吧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，我们现在就即使不用蓝也能杀得掉这个蛮的，他咋这么多人呢，这他给我放了个虚弱啊，连我的战绩都是爱你们的样子，五二零爱你们，换个收集者，收集者能不能把蛮子给斩了，扣 A，收集者触发了，闪现，一扣，我看看一个大能给他甩死吗？终极爆弹，差一点点，穿甲不够，这人怎么回事？这人真是不要命啊！这不行啊，这我就不能再上了。阿贝，这都能中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这怎么不对呀？这不擦边了吗？刚才应该是从我的斜方直接给我穿过去了，这个大招啊，应该。这怎么能射到的呢？饮血剑已经有了，下一波感觉俺们要无敌了。一过来瞎眼吧！哎呦我！终极爆弹，吸血，吸血，感觉俺们要无敌了。小月打人好痛啊！从现在开始，我将不死一把。这干啥呢？这
这怎么往我脸上穿？让我来一枪。游戏结束。瞒着没有大。你要想挠他也是可以。快点，基地没了。队友呢？队友呢？队友都没了，队友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将不死一把。我突然之间队友没了，不用你好夜，你好夜他们家也换不了。你只能祈求下一波皎月能把我秒了，还行。皎月不把我杀了，永远他也赢不了。所以我现在决定出一个小魔抗，哎。我喷一枪700，瞎眼吧！他瞒着搁这干啥呢？近死了，给你枪毙！一上来，啪啪，黑大，啪啪，闪现一，那射我也不掉血呀，关键是。这蓝枪好用啊，300多护甲，好、哦、这英雄300多护甲，80%纯爷们儿，我看看这纯爷们儿，每层18点护甲，最多80%。哎，怎么能到300多护甲的呢？我刚才也就140吧，怎么到底300多呢？我看着攻击力了是吗？哎，这是数学题。来点水友，兄弟们给我画画图吧，咱们就不玩那斗地主了。速度，快点速度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可怎么画呀？一般这种老板需要有一个烟头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需要有两个。然后这些人需要有点肌肉。大哥需要拿一个棍子。这差不多了，其实。这应该拿棍子，你知道吗？尽力了，兄弟。哼，尽力了。墨镜啊，墨镜不太好画呀。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